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4年12月7日，旧历的10月21日，礼拜三。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高中校园内面的6丛龙柏树，刚好差了铁骨啊，偷走4丛，学校损失10多万，希望警方早日将这个偷走龙柏的黑心贼啊抓起来。彰化县长为民国透露，脸书有意愿要来进驻彰化，伫咧高铁站边啊设立这资料中心。脸书官方是来回应，地点也未定案，拢伫咧考虑当中。彰化地检署甲彰化县政府结合共同推动社区生活营，透过旧馆国小歌戏的演出方式，进行明年总统立委的反贿选选择。好，来乡亲，这新闻头起先来看，真正是什么物件拢会当偷摕？新港国中第二校区内面哦，共种6丛会发出芳葵的龙柏树，因为市价介绍这真悬哦，国种20多吨啊。而且哦，这天也未光哦，是吼贼啊摕久啊，偷记走4丛，予学校损失将近10多万。新港国中第二校区是真侪居民休闲的好所在。校门围树边原本种植6丛将近20多年的龙柏树，礼拜透早却被一名骑机车的男子用机仔锯倒来，偷走4丛的龙柏。这新港国中第二校区在礼拜天的凌晨2点多，被一名民众骑着机车，然后手持可能人工锯子，在这边锯掉了我们这边的4棵龙柏，锯走4棵龙柏，然后另外2棵龙柏也有锯受损，可能有1棵也不会存活，所以整个的损失大概是5棵，然后1棵可能我们再看看能不能把它富裕保护好，那整个损失大概预计在8万块左右，8万块到10万块之间。官员回勘了后，表示贼仔真失定，也要求警方要查出嫌犯，阻止不法的事件一再发生。公害对咱来讲是足残忍，咱即卖拢要绿美化，无简单把树啊种啊遮大丛，树侪你袂当讲啊糟蹋这些树木吼，把这树啊来锯掉去卖啊，或啊啥物啊，这是不对的行为啦。警方吼真的要加把劲啦吼，树啊用锯去，伊一定爱载去嘛，啊载去咱路口阁拢有监视器，有监视器的时，你想加把劲去把这影像吼去截取看啊吼，看到底是啥物人吼，应该伊绳之以法吼，叫恶主的作用啦。被锯走的龙柏，有的侧面真平整，有的被硬拽落来，留落来龙柏，麦当清楚看到枝叶痕迹，予人非常痛心。警方爱加强作业，麦予贼仔继续逍遥法外，无恐惊有搁较侪贵重的树木被偷摕。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心，自 Google 伫咧江滨工业区设厂了后，全球上界大的社群网站 Facebook 嘛传出了要来到彰化设置这资料中心，预计投资100亿哦。这彰化县长魏明国哦是伫咧这高铁田中站的启用典礼顶端透露出这项消息了后，即马这脸书的官方是来回应，目前哦有来地点伫咧做评估啦，是毋是会当伫咧这彰化设厂，阁需要做最后的评估。高铁彰化站老内开幕正式通车营运，对高铁站看出去，一大片空地和脸书真有兴趣。跟媒体透露哦 ，Facebook 已经选在这里要来设一个 data center。哦，因为这里面全部有多大？这里183公顷。哦，183公顷，它已经要。所以像那边绿色的都不路过去都是。哎，对对。魏明国在高铁彰化站通车营运的时阵透露这项消息，未来全球上大的社群网站脸书有可能来田中设置资料处理中心。
脸书它是一个知名的国际级的一个公司，跨国的企业，当然它来我们彰化县来啊投资设厂，对我们彰化县的啊知名度啊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啊极力来协助克服一些啊投资的一些障碍跟瓶颈，那我们也诚挚啊脸书能够啊希望能够相中我们彰化高铁特定区的啊，这个现有地。传出脸书要来中华设置资料处理中心的消息，不少民众拢真赞成。不错啊。怎么说？就是可以增加这边的就业机会，它应该也会变一个观光的地方。虽然贵宾阁透露脸书要来中华投资的消息，也表示管府将全力协助的立场，不过脸书却回应讲，中华只是参考，根本都还未决定。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大选将近，为着选得反贿选，中华地检署讲请来这古关国小的这学生囡仔，用这歌戏的方式，除了推动这传统表演艺术以外，嘛来结合明年总统甲立委的选举议题，发行这反贿选歌戏新奇的金宝头微电影 DVD， 希望哦会当来传达全民反贿选的概念。古关国小的小朋友会用歌戏帮大家看哦。古关国小的小朋友随身打扮，透过歌戏来预告反贿选选择活动。中华地检署表示，地检署甲管府教育处结合，共同推动社区新活动。透过古关国小以歌戏方式推动传统表演艺术。结合每年总统以及立委选举议题，选择反贿选，甲学校共同选择反贿选，借着反贿小尖兵的力量，和反贿选观念深根校园，深植每一个小朋友心中。跟我们教育处那边结合，来推动这个社区生活营。那我们就管国小，就来哦推动我们这个传承我们哦传统的表演艺术歌仔戏。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哦社区生活营的一个成果哦。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就管国小那边能够、把我们的整个传统的表演艺术把它结合到刚、好是、明年1月16号最重要的一个、总统立委选举，那特别编的我们神奇金斧头这个戏码。你本身物件会予人掠去坐家。地检署的反贿选微电影专案计划，结合品质歌戏的创意行销，提升选民对选举的正确观念。古关国小歌戏团会伫馆内巡回演出，嘛要透过微电影 DVD 发行，针对社区民众进行宣导。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讲过了后，带乡亲来去这桂花巷艺术村哦，看这鹿港镇长黄进干、鹿港高中的校长吴碧玲化身为千手观音，甲摆出上面的古锥图样，马上回来。来做，用动力心来做服务的工作。我若看到伊大巴肚咧糟蹋，我实在非常的甘心。三届议员，两届镇长，一届立法委员。鹿港冬游季开始咯，对10月31日开始，予你有食有耍够俩。变装漫游，打卡按赞送好礼。鹿港小食宴，鹿港小镇艺术节 ，Go DIY 体验，2016慈善公益跨年晚会。我是鹿港镇长黄正安，2015年鹿港冬游季，欢迎大家小酒斗阵游鹿港。台湾的政治哦，应当是鼓励更多的人哦，从这个关心公民议题哦，关心社会议题哦，那能够真正走向政治，那去影响政治。不应当让政治就是会孤的人一直差一直差，所以这也是我来这个原因。
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十月二日。根据这通讯记载，明仔在威公伫东南方，何时是早起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下节日更加高热。另外有什么代志需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响应六十年代哦，厝内底就是工厂的政策，为着在彰化市较庄卡地区的这五权利哦，就不组织两三百间的五金加工厂哦。来看这彰化市的五权利是安怎为只有一两千人，干那工业区的砖头哦，变成有五千多人组织的幸福主题区。机器传来的声音是五权里的特色，只是这个五权里面实在声音也慢慢的消失。过去响应政府家庭就是工厂的政策，上济时阵有超过三百间的五金工厂，也因为安尼是来促成五权里的发展。因为咱的五金工厂的带动吼，咱遮的里面也有工具做，啊，佫会带动咱生活的品质。即马眼前的五金吼，还佫有二三十间一挂加工的，啊，大部分搬厝的，拢全都是拢扩大因的啊去工业区。当年的家庭大工，现在是徙到工业区去开工厂，换来是社区大楼一栋一栋起。即便的生活变好，当然更加有时间组织做伙来学栽家。里面大家拢会讲的啊，李长啊，咱来。咁无法度吼，咱你来吼，大家吼尽量来做一挂即环保的物件，啊因为所在无，所以拢利用咱的你办公室，啊来即里面啊，大家来做一个即即环保的物件，啊老师来教，咱拢咱即老师拢是咱的志工，啊大家。要记住环境爱家己来维护，里长用实际行动来影响里面，更加外县市搬来里面受到感动。阿婆拢主动来加入，啊，感觉这份的热情吼，咱感觉讲这里就有活力的，啊嘛足亲切的，所以讲呢，我就安尼吼来鼓励阮太太讲，啊，这里若有啥需要的时候，咱就会使尽咱一份心吼，来再甲咱斗相共。啊，我搬来这边也五年了，啊，我为什么要当志工？其实我是看到我们里长啊，他很热心在我们社区里服务，然后无私的奉献。伊那去咧清早。社区哈、啊，足侪欧巴桑、欧弟桑就足感谢，讲哦，恁真辛苦。本身以身作则都咧做，啊，咱里面看到，哎、啊，就会家己讲，哎呦，啊，里长都会本身拢伫迄个扫涂骹，咧清水沟。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爱知影家家户户的状况实在无简单。除了家己爱较勤快以外，就是爱靠志工甲林长的通报。咱里内拢外来较侪无唔对吼，啊，但是咱拢透过林长，啊是讲咱的志工然后出去咧看，大部分是拢林长报来较侪啦。啊，林长来报来，啊，咱就尽量今日去甲关心，吼、哦。啊，然后我嘛有参加咱这社会团体。啊，我本身嘛是一个圣德慈善会的理事长，所以我会利用这资源，啊，甲是咱的社会，甲尽量甲这社会团体，吼、哦，咱有倒一位需要，啊，咱来甲申请，啊，甲啊尽量来甲伊帮助，甲伊啊度过这个难关。五权里对小型的工业区蜕变成为幸福的主题区。李长讲，家己真努力来满足里面的需求，眼前上需要的是爱更加拍拼，来替五权里面争取一个聚会场所。五权，五权，文武双全。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
热门活动，罗岗当游季系列活动哦，特别邀请这罗岗各种的师生，伫咧桂花巷艺术村的草坪，创作十外幅超大型的赖贴图。上届特别的是，这个导演啊，竟然是罗岗镇长吴进安，加罗岗各种校长吴碧玲哦，两个人在 Q 版的导演，学生发挥创意，或者镇长加校长化身为 OK 陈秋冠，音加上气的魔鬼，俏皮的导演哦，是吸引真侪民众翕相哦打卡。按赞提好嘞！罗岗镇长吴进安看到家己和学生画作 Q 版的 OK 观音，甲头顶发草大画 Oh my God 惊吓的表情，感觉罗岗高中的学生真古锥，够有创意。好可爱，你看！Oh my God！ 桂花巷艺术村有日本式高级的美丽，透过罗岗高中师生的创意，创作出这十幅大型的赖贴图，去民众参观翕相。他们都很有创意啊，画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哈，每个那个 Q 版都画得非常的像，神韵也非常的好。那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鹿港哈除了逛老街拜妈祖、吃烧食以外哈，嘛要邀请大家来桂花巷艺术村看咱浙江艺术的一款这个制作，啊，佮有就是讲咱即回伫遮办这个打卡。按赞送好礼，咱有传三百的这个精美的这个杯子要送给大家。就由艺文活动甲学校紧密结合，创造出艺术村的新亮点。连祖川艺术家彭耀中嘛来打造出180公分的防小贵娃娃贴图，替艺术村带来欢乐的气氛。锲而不练是一种游戏，是一种玩笑，但是不会伤害人。这个就是我们要教小孩子要有分寸。只要适当的表达我们的情感都是应该的，尤其是在艺术部分。而我也平常我没有考虑到我的形象是这样，以后我也会再看看怎么样会表达更优雅一点。十二月份的桂花巷艺术村，除了环境美化，也来打造出十八个大型赖 Q 版贴图，增加真侪当地艺术，让游客来到这，除了有艺术家的创作通看、通体验以外，感受到无同款的艺术村新样貌。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那过来乡亲介意林嘉宾吗？伫咧桂花巷艺术村哦，讲头一届有嘉宾业者进驻，也过来引进来自世界各国高品质的精品嘉宾豆啊。听讲哦，只要啉一嘴这嘉宾，就会当感受到浓厚纯净的嘉宾香。一杯咖啡香上桌，香气一直走出来。别看这小小一杯，饮无几嘴，头家伫咧冲泡咖啡的时阵，是爱根据水温豆豆啊滴出咖啡来。很清澈，很香甜。那所以我们在冲煮的部分，我们会比较着重说，我们不要把咖啡一次就把它全部萃到底，我们会把我们想要的那一个浓度萃出来之后。那我们再加水稀释，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它可以避免说尾段，虽然它萃出来的咖啡浓度也是够的，香度也是够的，但是它的味道会比较杂。那用藉由我们操作的手法的调整，让我们的咖啡喝起来的味道比较干净，更像果汁，更像茶这样子。是虾米款的咖啡这么珍贵？就是这款家己研究的煮咖啡方式，才当让咖啡特殊的香味，就敢那伫咧你的嘴子顶管跳舞，嘛让平常时较少伫咧饮咖啡的人一饮就调的。干啊，跟一般的印象中的那个美式咖啡就很苦很苦，它这个不是，它就会回甘，慢慢的回甘这样子，口齿。就会留下那个咖啡的香味。是我平常是不太喝咖啡的，但是走进这个有点老式建筑的感觉，所以觉得这里的环境其实相当的不错。那咖啡呢，喝起来的感觉其实蛮顺口的，也让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就是有别于以往我们喝到的苦或涩的感觉。因为每一粒的豆啊，味风培到磨粉，也够最后煮咖啡的水温，每一个方式都爱真精准，那无就真正浪费啊。庄园咖啡又人家都叫精品，精品其实，咖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流通的货物。那庄园豆跟一般市面上咖啡其实最大不一样在交易的模式，因为我们把咖啡的定价从原本用产量来当作农夫的收益的标准，在这几波。精品咖啡协会的推动变成是用品质来当定价标准，那交易的方式其实是由咖啡的提供者
直接对农夫来做交易。那这样的好处是，其实第一个是农夫少了一层一层的营业运送的成本，所以农夫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收益。那第二个是他可以提供比较高的品质。那这样子的咖啡，其实因为咖啡豆的品质提高了，所以比较能够喝出每一个地方在地的特色。用心泡冰将饮到新鲜清气芳醇的咖啡，头家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人加入精品咖啡的行列，做回来体会口感丰富、香味浓醇的真正咖啡香。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对着时代变迁哦，这传统的麦芽饼是愈来愈罕见。新港乡就有一间传统的麦芽饼公司，坚持搁发制作，彰显传统的好滋味。马上回来。服务是聪明一生的志愿。这个城市人就是根本，我们要从教育扎根，从文化做起，让文化加产业做伙发展。繁荣彰化，创造彰化新价值。林聪敏，中部第一座彰北国民运动中心隆重开幕，试营运期间免费入场，详情请洽7232881。迈向全面数位化，最多的 HD 高画质频道，给您最好的影音享受，多样的加值服务，丰富您的数位家庭生活，让电视不再只是电视，而是您家庭娱乐的智能中心。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大中华新闻，好，过来哦，来看这新港詹家川詹添王家潘雨提，翁阿某两个人哦，是来经营这传统的麦芽饼公司，采用这天然无毒的原料，坚持用古早方法哦来煮这个麦芽汁，然后做成麦芽饼，和这款这古早传统的好滋味，会当一代传一代。麦芽饼是真传统的四手啊，但已经无容易买到。新港詹家川头家詹添王所生产的麦芽饼，吃起来就是迄份熟悉的古早人情味。哦，赞！这个口味哦，有咱的古早的这个人情味。伊所做的真实材料，完全吼、哦、做信用的哦。伊口味嘛非常重安尼吼，啊，这吃起来会感觉吼，会让你感觉讲，确实。就是咱这个人材食料落去做成的安尼，落去做起来安尼。詹添王制作的麦芽饼将近20年，坚持传统高法制作，无加一滴水，慢慢煮成麦芽汁。每一片麦芽饼拢是手工底磨成型。啊，咱即摆做的这是复古式的，完全无水制作方式，就甲古早共阮用鼎落去温下空，但麦芽空到汤汁，啊，再淋粉粉落去搅到成酱料。啊，就聊聊，再用木瓜落去做成型。面临市场的竞争，头家翁阿婆是坚持无偷工减料，而且原料一定是爱天然的。那芒果干呢？我们都是从有机的果园里面整颗的果实采摘下来，然后晒干，晒干以后再用冷藏的方式运到工厂，然后再做一些碾碎的动作，把它做成碎末以后，这样碎碎的，然后再放到梅饼里面，让它更香、更好吃、更有口感。以前吃中药，有人给配上一块麦芽饼解口味。时代变迁，这些生活经历已经慢慢消失。好家在头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麦芽饼，才会当延续这份温暖的回忆。
多中华新闻台文清新港彩虹报道。天气愈来愈冷，真侪人拢爱去浸温泉。不过，穿伫即个身躯顶的游泳衫，讲即个浸温泉甲游泳的材质是无共款的哦。透过镜头哦，咱赶紧来听看卖即新港在地生产游泳衫裤的业者，讲即个安怎穿游泳衫的正确观念。台湾真侪人爱泡温泉，但是真少人注意到适合泡温泉甲一般游泳穿的游泳衫是无共款的。若是穿一般游泳衫泡温泉，真容易对冷气失去弹性。泳衣有两种，就是一种就是一般的 Leica 泳衣，就是所谓的 OP 泳装；另外一种材质就是泡温泉的材质。这两种材质，我们厂内都有在卖。Leica 的材质是因为它滤水性好，所以说你在泳池的时候，因为它是四方伸缩布，所以有弹性，然后穿起来很滤水，游泳的时候比较不会身上不会有多余的水分，会游得比较快。那泡温泉的材质是因为它耐高温，因为温泉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在泡温泉的时候，你弄泡温泉的材质去泡温泉，那件泳衣的寿命会比较长一点，因为它耐高温的关系。这间位于新港在地厂商男女游泳衫的一系列产品，对原料设计到生产都是台湾制造，特别选在年底整理产品的时阵举行拍卖回馈乡亲。啊，都游泳盘咧讲啊，讲这里便宜个水啊，啊，都来看。啊，你看了安怎？看了可以啊，有公道了。我们是在地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有欧诺泳装跟三爱泳装，然后我们从制造、生产、设计，还有原料，全部都是在地生产，都是台湾制，回馈这里的乡里，然后才会有这些很低单价的泳衣出售。厂房内面的商品种类真多，因为景气不是真好，业者回馈民众给介绍来拍卖，时间只到13号截止，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抢便宜。多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今日哦，这个东北季风搁再来减弱哦，气温降温，但早暗的天气也是凉凉啊凉凉哦。明仔到拜六再透早，东北季风会来增强，一透早这气温哦就会明显来降低。北台湾地区哦，这个温大约伫咧15度哦，这拜六日时开始，天气就会搁再来回温哦。就是今日的12月7日开播大中华新闻，祝福乡亲平安顺心，身体拢康健哦。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